大专辑《心理学》徐佳莹演唱，制作陈建奇、陈君豪、陈希汉。好，朋友们，恭喜徐佳莹，同时他的制作人陈建奇、陈君豪、陈希汉今天也一起上来。谢谢刚才广州华语的到，谢谢。好，我们先颁奖。就是啦啦，徐佳莹，先讲一下你的得奖感想。大家好，我是徐佳莹。今天的得奖感想就是非常的感谢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，还有感谢《建国》这张专辑的制作人陈建奇、陈希汉，还有今天没有在现场的陈君豪。因为对我来说，我给出的是我的歌声，还有我的情感，但是所有的其他的像要决定，像是去感，就去做最后的那个。修饰啊，等等，都是因为有他们在，然后才能够成立这张专辑。在做的过程中，我自己也得到了不少的疗愈，然后觉得虽然音乐是一件很私密的事情，但是能够在这个过程中有这样子的交流是很幸福的事情，然后也被看见了，我会很珍惜。谢谢，恭喜啦啦。然后呢，这支专辑有三位制作人，那我们就先请这个建奇啊，因为你也帮君豪来代为领奖这样。好。谢谢协会的肯定，也能给予这张专辑。那我觉得，制作人很幸运的是，有很好的材料才能够做出很好的作品。那拉拉就是一个很好的材料，他的词曲、他的歌声、他对于音乐的感受力，我觉得都是超乎常人的。所以谢谢你。然后三成。我们这次专辑是三成，三位制作人都姓陈。对，但没想到你这么高，对不起。那君豪这次也在我们的制作里面担任非常重要的角色，他也制作了四首歌。那他也为了这个专辑带来很新的辣辣的感觉，那也非常谢谢他。那下一位是星汉，陈星汉。谢谢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，然后最主要谢谢拉拉，谢谢建奇老师，谢谢就是所有幕后人员，谢谢你。是我吗？对，看着我的。忘了感谢一下我的唱片公司华声音乐，林姐啊、恩琪啊，还有葛大、心仪，他们在过程中都是我很大的动力。然后还有所有参与音乐制作的音乐人，对我来说他们是真正的音乐人，是我心里面真正敬佩的，然后也觉得也必须要学习的对象。好，恭喜拉拉，还有这一次一起得奖的有建奇，还有星汉、君豪、三成记。好，恭喜你们。